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句半播客，我是刘淼，我是王佩。今天第一次咱们出镜啊，对对对，这因为是也是油管的要求，要求审核的视频都要有真人的头像，我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个。对，我也是刚最近研究的嘛，因为咱也发不了财嘛，也没法中个大奖什么的啊。那刘淼老师，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大奖这件事儿吧。可以啊。啊。这件事的具体经过我不是特别了解，你应该知道吧。前一阵啊，江西南昌有一个彩民买彩票啊，他买彩票非常特别啊，他买的这个叫快乐八，其实快乐八我也没买过。快乐八、这个、快乐八是全国的还是地方彩票？我觉得应该是地方的、啊、上海好像没见过。快乐八是什么呢？它有好几种玩法，它玩的是选七中七啊、选七80个数字给你7个数字，你全选中，单注10000块钱的奖金。然后呢，但是按我们国家规定啊，就是你彩票单注你的收入是10000块的话，要交20%的税。结果呢，他10万块钱买了5万注一样的数字，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导致奖池里一共就2.2亿。那好吧，就2.2亿全给你，全归他啊。那你拿着5万注呢，平均下来每注的奖金就是4000多块钱。5000以上以下是不用交税是吧？好像是1万对，1万都不用交税，19999都不用交税啊。反正是他是没有达到交税的资格啊，那就是一下卷走2.2亿个这个彩金吧，并不是、还不用交税。所以呢，从这个我们评价这个彩民，他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稳准狠。对、你看他非常稳啊，他一下就是。狠，首先咱们先说狠啊，一下卷走金龙奖池。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我看到朋友圈有人，他说他也有朋友是这么买的，他朋友买，他跑到奖池里先看一下奖池里大概收多少钱。我今天来，哥们儿不是为了钱，嗯、哥们儿就是为了清空你这奖池，啊、你奖池是1000万是吧？那我500万的我就重复我买两遍，我就知道我这个数字一定中，买两遍。但是呢，这哥们儿说他生活中见过的最多就中过20块钱。虽然他们这么重、咱们待会儿再分析他这个行为啊。首先狠，一下清空奖池，是准，是你就选那一组数字，你也一点什么复式啊什么都不选，这个直接就命中，而且5万倍。这个呢，其实这个80个数字选七，它是一个什么概念？有多少种组合？其实我们中学应该就学过，这个叫排列组合嘛，有个阶层。对，但是我现在已经忘了怎么算了。我就问了一下 ChatGPT，我说80个数字里选7个，啊，这个可能性是多少？啊，他就算了一下，他说这个很简单，80×79×78，76×75，乘到74，然后再除以一个，因为你要把重复的去掉，它没有找顺序，再除以7×6×5×4×3×2，最后得出来一个数是什么呢？是1.118万亿种。这个数字已经大到1.118万亿种，也就是说什么呢？你现在你选的这个可能性是118万亿分之一。它比那个对，因为它是连续的50，它是因为它买了5万注是吧？5万个这个概率相乘是吧？不是，跟5万没关系，你就进去2块钱，你选一注的概率已经是118万分之一了，跟你花多少钱是这个无关的，你花多少钱都是这个概率。这个概率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现在就是你坐了一架飞机，经过了这个沙漠啊，你从沙漠上丢了一根针下去，然后这个针呢，它针尖先着地，它扎中了一粒沙子，事先指定好了，你那个沙子是红色的，有一粒沙子是红的，你给我丢中那个，你就丢中了。那这个其实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可能性就是你丢中了哪个，咱们就说那个就是那个指定的沙子，咱们再把它涂红，这个应该是这样，因为。你不管投多少钱，你不中的概率都是118万亿，但是它后面有整有零啊，118万亿分之118万亿减1，这个就基本上就是0.000，就是你不中的概率基本上近似于100%，就是99.9%，后面不知道多少个九啊，你中的概率就是前面不知道多少个零，后面一个一，是这样的一个概率。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超级大乐透啊，它的概率已经够低了，它还达到2000万分之一，还。比这个高多了，他乐透还有双色球什么，那个是30多个数字还是几十个数字我忘了啊，35个吧，40个数字什么的，选大概7个，这个是80个里面这个更这个
所以这个基本上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彩票的节目，也做过相关的这个赌博的节目。对，我曾经说过，因为它这个模式呢理论上是稳赚不赔的模式。我们双色球啊，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你掏10块钱买双色球，3.6块已经给福利捐给了福利事业，助残啊，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福利事业，有一部分钱大概是7%还是9%用于开彩票站这些人的运营收入，那人家也在这上班什么的，有他们的一个收入。剩下的钱呢就是到奖池里面，大家去博这个奖池。如果你单从反奖率的角度，或者单从庄家抽水的角度来说，这个反奖率是比较低的，这太低，这比百家乐低多了，比百家乐肯定是低太多了。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你一定要去赌的话，理论上你应该选百家乐，不应该选这个。或者你哪怕选英国的那些有一些线上赌场，他们特别发达嘛，赌球啊什么的，他的反奖率都可能高达90%啊。除非你是以这个做福利，或者说我做慈善，像我就是做慈善，我偶尔买一注，因为我是在这个用那个拼的多多买菜，我那个提货点是一个彩票站啊，我老从那儿提，我挺不好意思的，我说那个你给我随机一注，随机5注10块钱就给你了，但是基本上也没中过，中过最多的可能是5块还是10块，就这样，因为我一注就要10块钱，我5注就要10块钱，所以这个就亏本了。这加到菜经理，你这个菜不便宜啊。也不是，我也不是每次都买，其实还可以，因为有这个多多买菜也很烦，有的站他很依赖于他推荐你买，就是你去他提货，他说你是在我这儿下的单吗，他要给你个推荐链接，我很烦这种。但那个彩票站那哥们从来不跟我提这个，我就很感动，我说那我就在你这儿买。这个咱们扯远了啊，我就说我也买过这个东西。从理性来说，如果你不是为了做慈善的话，你不应该买彩票，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但是这次发生这个事儿实在是很怪，因为没有人这么买，而且他中奖的号码好像是连续的，是吧？好几个连续的数字，636465好像。对，636465，就是你从随机的概率，就是你现在说中奖的数字就是636，就是1到7，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随机出来的概率本身就是随机了啊。对，你就是随机出来的，你完全可能随机出来完全一组连续的数字，但是关键是你出来这个数字，不管它随机还是不随机，它的概率都是118万1/1，只不过说这个连续的更容易被人类注意到，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我忘了是费曼还是费米还是哪个数学家，他就说，哇，我看在街上看到一个车牌是3765，这个概率是多少多少分之一，因为他这就是在嘲笑那些你一定看到一个6666888，其实是一样的，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它的概率都是一样啊。我们不去追究那个东西，因为你只要是你公平产生的。但是现在看上去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从飞机上丢了一根针扎到了一个沙子，正好扎上。对，你这个肯定是你先扎了你才说那个沙子是那个，而不是你先指定一颗沙子让我从飞机上往下丢，那个人就一下丢中了。关键是这个下的注是非常大的，这10万块钱。对，买这么，他不是叫你买菜掏出10块钱是吧？对，他10万块钱，那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成本？不可能说咱俩跑过去也为了耍酷，我说老板你看一下那个奖池是多少，奖池是2亿，我直接好5万。还有一个就是哪怕我就是以最大善意，我理解你这个人是为了清空奖池，你就耍帅，我说老板我不看，你给我随机一个数，老板明天随机出来一串，老板，因为我在那随机也是这样，我说老板你给我随机5注，老板说那你要看一下数字嘛，因为有的数你可能不喜欢，我说不看。他好像还有个键盘让你可以自己输，好像是可以的，他随机出来他就有一个屏幕，他说你看一下，我说不看，直接打出来我就拿走，有可能他给你随机出来这样一个数字。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为了清空奖池的话，理论上你不应该再考虑避税的事儿。对，比如说我要去，现在你给我一个任务说你看那儿有2.2亿，你把它清空一下，我首先算的是什么呢？我想2.2亿最大一注应该是中多少，中500万对吧？对对，2.2亿除以500万啊，我算了一下40注，这也不少了，这80多块钱，我给老板80块钱，我说你给我随机出来一组数字，我买对40倍，这是比较理性的行为是吧？交税就交了，人家给你2亿，你不舍得4000万的税，这个说不过去，这个说不过去，而且这个成本我能承受，我80块钱买40注彩票这个可以。但是现在你说我现在不仅我要清空奖池，我还要省掉4000多万的税，这个有点不合理，而且你这一下是掏了10万块钱，
而且彩票站说呀、嗯、接受采访他说这个人以前也经常来买，可能每周都会买那么几次、嗯、都是买挺多的。那我就更纳闷了，因为你一次就投入10万块，对呀、啊、你一周买三次就30万，你一个月就100多万，你一年就500，就一年1000万，你一年1000万，你有这么多钱你干嘛买彩票呢？完全没必要的、嗯、除非你特别傻，特别傻又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嗯、你钱早就被造光了，所以这个事儿是很荒诞的。那现在大家分析啊，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可能性是这个，其实说到底这个跟地方财政也有关系，可能是地方没钱了是吧？这个是这样的，咱们说地方上一般是土地财政、嗯、对对，很多人理解土地财政是我卖了地，我拿这个钱给大家发工，给公园发工资，去修桥修路修地铁、嗯、其实不是的。其实土地财政是什么概念呢？土地财政是你先政府先发债，先借了钱，我借了一笔钱、哦，给大家发工资，给大家修路修桥修地铁、嗯、现在要还了，没钱，所以我不希望，我为什么不希望房价跌？因为我是要接下来卖的地还前面的债。哦，这个彩票也是一样的，因为彩票是哪个部门管的？是我们国家民政部或者民政局，地方民政局，民政局下面有很多事业单位，殡仪馆什么也都是民政局的，福彩中心也是民政局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这个小单位呢它掌握的财权并不小，因为你再少2块钱一注彩票，大家积少成多，这么多彩民，然后他就给你积出来几亿的奖金池，这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就有问题，地方上财政非常紧张，这个地已经卖不掉了，我前面的债还没还呢，我别说再发新的债了。但是现在着急啊，这个公务员要发工资，怎么整？地方上有可能呢就会先挪用一下这个先财的钱，把里边的钱拿走了是吧、啊、用这个里面的钱我先发工资啊，或者我这个是也是急用啊，这个一样、嗯、用了这个肯定也不是福彩中心他们说了算的，他福彩中心也就是个科级单位吧，连科级你如果是地方上的古级单位，估计是他是如果是江西省省级的话那、嗯、那啊应该是一个初级单位，如果是地方上的那就小了嘛，如果他是的话也就是个科级单位吧，他这个我没弄清楚啊、嗯、是我们细查是南昌市的还是江西省的，但是它是确实是南昌市种的。总之吧，反正它是一个很小的单位。这么一个单位说，大家把这个钱分掉，你觉得是不可能的，是吧？绝对不可能，这个就不、啊、想都不用想。这个也会不会是他小舅子种的那个主科长的小舅子？你现在种了2.21亿，你而且你用这么刁钻的一个方法种、嗯，最终还是福彩中心要把这个钱给你的。福彩中心会心甘情愿像我们这样心甘情愿让你给你吗？福彩中心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江西省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个110万亿分之一是什么？118万亿分之一是什么的？地球上的人不到80亿，这个数字是地球上人的人数的150倍。什么概念？地球上每一个人摊派到位，你这个人给我买150注，他要300块钱买150注才有可能中一个。如果你买了，你现在发动全地球人每个人只买一注的话，你连续150年不中，你没有任何话好说的。这个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率。你说你现在直接用这种方法中，你这个体彩中心，它问题是这个福彩中心它应该账上是没有这个钱的，所以才要这么安排。所以他连税都交不了是吧？如果是你，假如说他用你刚才80块钱买的那个办法中了500万啊，那的话他是交不起税的是吧？所以他现在里面应该是没有这个钱的。也就是说咱们说王老师再说是吧，王老师你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我操，这个数字从44排到60，这7个数，这个神或者谁有财神托梦给你，王老师你第二天一起来，你去楼下，这个钱你不管砸锅卖铁，这就是拿10万块钱把买5万注，你买了，如果不是说这个事先是定好的这个事的话，你就中不了。就说如果咱们也说啊，你是你坐的那趟飞机，你事先没有安排，你也丢了一个针，你就扎到了那颗沙子，他也说不是那颗，是旁边那颗。对，这个很简单，因为什么？他拿不出来这个钱给你，这个钱已经用于这个各种公用事业。已经用，我觉得这个事儿，他从是这个他现在做的这个举动，肯定也是上面是同意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钱已经用了，你老是把这个奖池积累在这儿也不合适。万一真的有个傻小子，他就是天选之子，他中了118万亿，不可能，因为你说小也不是没有，他中了你怎么掏钱给他？你掏这个钱你是没有这个钱，地方财政得再倒回来给他钱，这不是可能啊，这个钱已经花掉了。所以现在就是咱们定期啊，咱们是
浮台中心的，咱们定期要去把这个奖池清空一下。那你现在2.2亿，你清空有很多方式啊。你如果说你弄得不大显眼的方式，你可以这么清空，你找100个人，对，一个人中200万，对啊，2亿就没了嘛。是，但是这个事儿也很麻烦。嗯，福彩中一共没几个工作人员，你让他上哪儿找？你这么一找，全社会都知道这个事儿，肯定是全社会越少的人知道越好。所以我们以他们说有的这个福彩去领，福彩中心主任戴着个面具背个手，老是他一个人去领，这也以前也有这种现象，也有可能，因为他是最大的，他知道就行了，这事儿你们的也没必要知道。而且福彩这个东西呢，或者说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合法的赌博方式，它是保护大家的隐私的。我知道网上，因为这个很多事儿它是没有办法证实也没办法证伪的，对，就很多人在网上会说，哎，我老看到你们在这个媒体上说谁中了几千万上亿，我身边就没有，没有，对，这个很好反驳。我是福彩中心，我就问你，你中了上亿几千万，你要告诉你身边每一个人吗？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还有现在有的人说，哎，为什么让他这个戴个面具，还对他信心保密？一样的呀，你中了，比如说一千几个亿了，你中了1000万，你愿意非得让你公布所有的你的信息，也不愿意，这个算是一个空子。但是没办法，如果我们有类似于澳门这样合法的赌场的话，他可能直接用赌场来把这个钱给他洗掉就行了。一个傻小子抱了一堆筹码，好了，赌场出一个公告，我们暂时不能。就是我们这个每个大家赢的钱要减少，为什么呢？现在我奖池被人清空了，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我们这个是已经能找到了最合法的一个手段，就把它清除掉，把它清理掉。所以就算那个人中了这个彩票的这个人，他可能也就是福彩中心一个工作员工，开会决定救你了，今年就是你去把这个事儿定下。福彩中心这次做的我觉得他有点他也不怕舆情呢，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小单位，他觉得你们整天让我们干这种脏活累活，对吧？老是给你弄这个东西，我今天给你弄这个彻底的，让大家看一下，让大家评评理。118万亿分之一，因为说实话，我们国家买彩票，我昨天在街边一个小摊儿，我在那儿吃面呢，我旁边几个就是建筑工人，他们在说这个事儿，他们也在聊这个问题，他们也在聊这个事儿，我就一听我就有点心疼，我觉得你现在等。咱们不是说没有钱拿出来让你做这些福利事业，这个是规定好的，36%那个已经是给你们做了。现在就是这些彩民每天也挺辛苦，这是他生活的一个希望，然后你现在就是用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你清的一根不剩，你也不交税。这个当然交不交税，这如果你从刚才咱们分析这个角度了解，这是一样的。其实我交税也是交给财政，我拿4000万再给这个江西省财税厅，没必要。咱们就不走这个流程了，就过了，就一下2.2亿清空，好，现在从零开始把这个担子卸掉，咱们再继续让接下来还没有灰心没有失望的彩民继续积累咱们这个池子嘛。但是你这么一搞，这个彩民谁还敢买啊？就对他们信心打击太大了，尤其是对于江西省和南昌市的这个彩民来说，估计最近一段时间肯定销售量下滑了。那是啊，你因为首先你现在这个奖池已经空了呀，我现在去买，就是我原来还能搏一下，你真的我是天选之子，给了我118万亿分之一的可能，让我作为那个人去中，现在你都没那么多钱了。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再分析一下这个概率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个书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叫 Jackpot， 就是翻译成中文是彩金最大的那个，就 Jackpot 就是你清空奖池的那个。他说这个你设计一款赌博产品也很有意思，你设计的奖的数字非常大，但是你把它概率设得非常低，大家就没概念了。对，因为如果你是咱们俩是公平打赌，118万亿分之一，我花2块钱，我应该中236万亿，没有人抽水的话，对，对吧？但是他只给你10000块钱，这个10000块钱跟236万亿来比，他设计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已经很不公平了。比如说咱俩在赌，王老师你每天给我2块钱，咱俩随机，你那个数字定好了，我给你随机一个数，中了我就给你返，我都不会给你这么少，我只给你10000块钱。你每天给我2块钱，你可能坚持了一辈子。因为为什么呢？还有一个算法啊，118万亿分之一的可能性，你要穷举到所有，你每秒钟出一个这个数字，1、2、3、4、5、6、7，好，你追不上他，你每秒钟出一个数字，你一天到晚不停事儿。把所有的数字列完，要多少呢？要3750年。对，所以
哪怕王老师你现在这样咱俩在赌，我是这个开彩票的，王老师每秒钟给我两块钱，来不及数啊你每秒钟给我两块钱可以啊，咱们慢慢数嘛，我都不担心，除非你是时间会站在你这边三千多年你得从夏朝开始可能才能中一次，按这个概率就是这样的，这个本身已经非常狠了。我以前我也是为这个彩票说话的，对，我在说如果是我开的这个，我就怕你王老师你觉得这个不公平，对，我用一切办法证明你觉得怎么公平怎么来、嗯、因为我是利润对我来说是足够的，是、啊、这个是，但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你就是又吃完这个福利金那部分你还要吃奖池、嗯、这个也凸显了咱们现在有一些地方的财政不大好。最近出了一个什么报告，是我们30多个这个省市自治区只有8个收支是财政收入是在那个收入平衡以上，其他都是亏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吧，好像是的、啊、上海这种城市它是有盈余的。所以啊，就是从我们听众角度来说，如果你还是要买彩票的话，可能这些彩票它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比如上海、嗯、所以彩票是不能跨省买的、嗯、以前有一个网上买，后来网上买被取消掉了、嗯、但是网上买取消掉不光是因为跨省是其中之一个原因，网上买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人容易上瘾、嗯、你现在去现场买你起码跑到他那儿去买啊，而且他有时候还关门，有时候还关门。当然了，这个小店也发展出来一个什么、嗯、发展出来一个微信群里买、嗯、但是这个有个问题，真正讲究的他不会说，真正讲究的你一定要看那个票出来，对，这个社会状况也出了很多，咱们不是很大的讲，对，比如说咱开了一个微信群，我是一个彩票站长、嗯、王老师整天微信给我说10块钱10块钱给我转，我说好给你打了，我根本就没打，我来当这个庄家，我把那个3.6块的福利金吞了不就行了吗？对，我这个是反奖励非常低的，但这个也有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非常小的概率王老师中了，那我就没办法，我只能跑路了，大家去找了社会新闻我赔不起啊，咱们不是说很大的，就你一个几十万的我已经没法赔了。这个就是经常咱们看有一些国内的这个民生的，郑州的这个小丽帮忙，就相当于杭州的1818，小丽帮忙就出现过这种事儿啊，一直在你这买这一组数字，突然这一天中了，然后你说你没打，你这天没打，其实你前面也没打，你就把这个钱就自己收了，你觉得你就中不了对吧，这个如果是还是比较小的，还不是中2.2亿的，可能 这不是随机数字了，是他指定的数字。他指定了你比如说你指定了一个有个数字对你特别有意义，是你的生日什么的，你就每天给我转钱，我默认要给你打这个数字，我就不打，我来赚这个钱。所以如果我是这个最终的庄家，我这个彩票就是我发行的话，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放心，我说这个数字你用什么宇宙电波产生也好，比如说你用咱们比如说你可能每天从这中国股市收盘选一个数字、嗯、就是小数点，因为它指数嘛，小数点后面两位对吧，几十现在一直是3000点左右，3000点33，好，今天数据就是33、嗯、我会用这个方式来证明我也没那个本事操纵中国股市，包括咱们说英国它赌博是合法化的、嗯、有些赌博公司威廉希尔什么的，我知道啊，因为很多事儿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法证伪，比如说我们以前说赌球这个事儿、嗯、很多人说他踢假球、啊、他踢假球、嗯、但是有的我觉得啊，就你比如说世界杯像去年这个阿根廷跟法国这种、嗯、人家也要讲荣誉的，人家就是你踢中你那个利益能大到什么程度让人家给你假踢假，你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但是我如果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博彩公司，我是愿意竭尽一切可能让大家相信这个我不作假的，因为我的模式不是要清空你抢池，我的模式是你们一直相信我，你们一直在投诉我，这个利润可以一直有，我不是开一天两天，你就怕你不来嘛，对，这个所有的包括澳门的这个他们不是合伙，他们这个赌王家族也是这样的、嗯、我就是不怕你精也不怕你呆，就怕你不来、嗯、你只要来最终数学是站在我这边的，我怕什么呢，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福彩公信力，我看后来出了一个公告说无内幕，但是现在这两天白岩松又在说这事、嗯、白岩松这个还是要，我不知道后来会怎么弄，但是他如果是真的像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一个情况的话，他也没法跟你说了，你更没信心了，起码你这个奖池积累基金就慢很多，现在就是我现在花10块钱我不光是做慈善了，我还得负担你财政上的一个东西，我整天累死累活赚着点钱，而且你连那一点点仅有的希望也没有了，本来买彩票就是买个希望嘛。
你大的希望就是说实话，这个2.2亿这种118万亿分之一的这种希望呢，也不是咱们凡夫俗子所应该去图的。咱们不说了吗？你有以有涯谁无涯殆也，就是3750年，你还你每秒钟一注3750年才能试完，你也不应该追求这样的。但是这很多，你平时追求的可能就是500万。我觉得就在他这个奖池资金没有那么空的情况下，你是一个傻小子，你一下中了一个500万，有可能还是会给你的。他怕的也是有一天有哪个傻小子一下中了一个超出他目前这个余额了，对吧？哪怕你只是1000万或者2000万，他很着急啊。他这个怎么办呢？按道理他是应该有这个钱的，这个就是问题啊。我觉得刘明老师你分析的有一点我觉得很正确，凡是作弊的事情参与的人不能太多。我记得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写过，莫斯科那个时候彼得堡发生过一次银行抢劫案，有50个人参与。托斯托耶夫斯基就借小说中的人物说，这种事能不会被发现吗？你想有50个人从事一个秘密的这样一个阴谋的话，总会有一个人败露的。对，他这个肯定。所以你说找200个员工，一人100万，这事儿不行啊。这事儿的话肯定是会败露的。第二个呢，大家对于概率是没有什么概念，就更不用说贝叶斯原理了，这些更复杂的概率的概念。对，概率很多人其实是不懂概率的。咱们上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我看我儿子他们初中的教材已经在教概率了，但教的都是扔硬币那种很简单的。你说158万分之一这种，8万亿分之一，他们根本小朋友也听不懂。这个概念真的是很难理解。你想，全球每个人都买，一直要买150年才理论上，就是而且150年才中一次，而且还不是这么简单，150年必中啊，只是平均。你要买3000年中20次，也有可能你第一年就中了，但是你长期下来它会匀到这个上面。我们刚才说每个人买150注，全球每个人都买，也不是这一天必中的，只是说平均这一天会中一个，有可能第二天中了2个，就是有这样的可能。对，所以这样的话你是怎么建议大家呢？以后还买不买彩票？我觉得你是还是那句话，你愿意做慈善你就去买，而且你不要对他有过高的期待。你想成为那个中2.2亿的，我觉得这个是从可能性的从概率的角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关键是如果有人作弊的话，你中了也不给你，中了出的那个数就不是你选那个数了。但是呢，你是一个做慈善的心态，觉得还是有可能有点回报，那你就做嘛，因为你这个钱就当捐了嘛，你不仅捐给了福利事业，还捐给了这个地方财政，都给发工资了，也可能会给你一点。但是如果呢，还有一个，很多中彩票的人，他的命运确实有那种，比如说中了500万，这种级别是有的。但是你过10年再看，他的生活可能比10年前还要惨。有一个彩票厄运定律，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是想复制这个奇迹。你想，你从飞机上丢了一根针，丢到那个沙子上，这种事儿，你还想复现？你觉得你真的是？你每次必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中了几百万，其实最好的就是你把这个钱去存一个定期，存到银行里，以后就别玩了。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概率的偏离。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一个人每秒钟选一注，你要去3750年穷尽。如果你第一注就中了，这是最好的事儿，你下面就停。好，我下面就我不花那个时间了，3000年我走了啊，三千年。你运气不好，你很有可能是100年以后，那你可能只能活100年。但是如果那些咱们不是说这回啊，那些中500万的，如果你是真实中的话，你就是运气偏离到你这边，你中了以后就不应该再去那个了，因为你一直往里投入，你迟早把这个钱全还回去，而且你不用那么久，你还回去根本就不用3750年，他给的这个完全不公平，你很快就把它还回去了。所以中了大奖的就别再玩了，拿钱走人。落袋为安就是最好。对，所以最基础的一些数学知识还是要掌握的，否则被人卖了还不知道怎么卖的。对，好，我们今天这个彩票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两句半播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